Hello，大家好，我是高本，又到福建来的时间哦。我的啊，是一种清甜白的食材，既可以做甜的，也可以做咸的。它家家是哪一种呢？高本爱啊，两种都可以哦。啊，不过讲到有的，它家可能第一讲各有名的神山地，台中的泰家，也讲高雄的嘉贤。不过啊，台湾还有一个山两鬼台的山地，唔是它家地么？莫唔做，就是俺们屏东县的果树乡哦。这么个果树乡好山好水，生产出来的好物诶，量上比唔过前面量的呢。今天呢，我们就提拔有请到果树菜地的农民好朋友，来到节目底部，同大家好好来分享一下哦。一个好朋友啊，伊也系我们果树乡第一个拿到生产利率的中五位农民朋友哦，马上来分享我们喜迎哥。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彰溪人，来自高树乡。哇，欢迎喜迎哥，我都来到节目直播。啊，喜迎哥，是来自果树，我想请教一下，你这个本身是菜地的果树人吗？好，我是土生土长的高树人，然后国小就读我们的旧寮国小，高树国中，然后因为高树没有国高中嘛，然后我们就去读屏东高中。可是就因为家庭的因素啦，所以才读一年，我就转学到高雄的读高职这样子。嗯哼，是，然后毕业之后就出。我们那边有一个惯性，就是毕业之后，高中毕业一定会被家人赶出去，在高雄啊，或者是台中先磨练一阵子。但是我就出来，就是先高中毕业之后先出来工作，然后做一些通讯的工作啊，总机的工作。后来就三十岁左右，我就毅然决然就想说，好，家里面也是妈妈啦，我就回去高树，然后就全心全力的在农业发展这一块。然后我先回去的时候就是。先从事玉兰花，因为就是妈妈本身就从事玉兰花，然后我入门会比较快。可是我从事玉兰花之后，就发现这个玉兰花这个产业，虽然它是在屏东高树是最全省最大的产量，而且我当初我种植的面积差不多两甲多，也在玉兰花界也占有一席之地，算台眼呢。对，然后就是后来就是一直研究，所以就会发现这个产业。其实玉兰花的产业很特别，就是他们不是限用价格去抑制量，它是限量，然后价格固定，然后会卖限量。其他农产品是价格浮动，可是你交多少它都全部吃掉，对，所以就很比较特别的产业。所以后来我就觉得，我的玉兰花种植的交的货量越来越少，越来越少，而且它有一个很我觉得不好的地方就是。今天我采收了100斤，可是，上面的盘商他需要60斤，我们其他的40斤他拿去丢掉。啊，就有汉字，就像你头头讲诶，你有汉字跟量，他只要这个量，给我一个量，其他就唔好诶。是，都不肯多吃一点。是啊，所以就我后来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去读，就是屏东县刚好有开办农业大学，我就去读农业大学，然后。去读农业大学之后，认识有一些他是做花路的老师，所以然后我就请教那些老师说，可以把玉兰花变成花路或者是精油嘛？就刚好有这个机会，帮你加工一下。对，所以就是把那些应该会丢掉、会浪费的鲜花，然后可以把它变成加工产品出来，这样子贩售。对，然后就是看可不可以做这个产业。然后其实我后来我还去读了。就是屏科大的硕士班，然后就是修个学位。其实我的硕士论文也是写玉兰花的产业 S 植化的分析。哇，你趁着一个机会啦，多多好，你有研究一个玉兰花，玉兰花一个产业吼，喜迎哥，你可以同大家太有个再讲一下，玉兰花是不是我们平时看得到的？我们开车的时间在路上有你安尼卖的那种玉兰花，是那个嘛吼？是哦，你一个玉兰花一个产业。应该生量算太啊，这为什么今天的大盘商只有收一定的量呢？因为他卖的量就是他交给零售商去卖的量，也是那边而已。其实他有100个零售商，一个买一斤，其实也是才100斤而已。然后因为后来就是我发现很多的卖玉兰花的贩售者他老了，然后年轻人不愿意接，所以说其实盘商那边的量也是一直缩减，一直萎缩这样子。然后因为玉兰花是每天都要去摘，不管刮风下雨，只要有花我们就要去摘。是，所以说就还蛮辛苦的行业，而且晚上要点头灯，我们是从6点摘到晚上9点。
就从会有那个大车子，台北的、嗯、台北盘商请的大车子，再直接再去台北贩售、嗯，然后到台北做到两点，然后两点就是那些零售商他会到集货点去拿玉兰花，然后再出去卖，所以早上就有玉兰花可以卖了。哦啊，因为之前呢、啊，可能在铁峰松有做过一些把研究啦，也有朋友跟我们讲啊，根本你在谈的起人工，人家说给哦，张底下工人呢，用人发起那个山压会暗呢，真是鬼辛苦呢。啊，不过前面人工有工多工，有从线上去好用办去加工做用人发的加工山压吧。那真的你这个有做过用人发的加工片的吗？有，现在有用玉兰花的鲜花，然后去蒸馏萃取，纯露跟精油、嗯。然后因为精油它的玉兰花的精油萃取率蛮低的、嗯，很低很低，0.04%左右，所以它的单价蛮高。所以我现在主打的商品就是纯露，然后纯露它的虽然说有时候我们不能以功效去贩卖这种产品、啊可是哎、欸，就是一些鼻病，它可以治疗一些鼻病或者是一些呼吸道的一些小伤这样子。嗯，哎、欸，然后其实精油现在比较多人用的功效是它玉兰花精油可以美白。哦。可是因为它单价比较高，所以我们会用椰子油去帮它调配这样子。哦，哎、欸，真是的，玉兰花平时可能都过高一个气氛起来给。味道啦吼，加个蜜糖清香，还有淡淡的，又不会青浓艳。啊，不过，哎、欸，先讲这个刚刚吼，有在做，之前有在做玉兰花嘛哈，啊也研究了加个加工，啊这么个也给做得好好，你会想到去转做种乌的呢？因为我后来就发现玉兰花这个产业越来越没落，越来越萎缩了、嗯。然后我去读了硕士班之后，然后因为我是读在职专。在职硕士班，所以说，欸、有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们就说，欸、你们高树的水质很好，然后很多人，他们同学都会来我们高树参观，因为我很好客，就把他们拉到高树来，欸、我们高树这样多好多好，然后他们来，他们第一件事情就是夸奖说，欸、你们水沟的水都是清澈的，嗯，对，然后他说，欸、那么多人种芋头，那你怎么不去种呢？然后后来就是研究说种芋头的一些流程啊、过程啊，因为我觉得，哎、欸，这项产业可以投资，所以我就跟一开始我是跟同学一起，他们就是我们一起出资，然后去租了一块田，然后就先试做看看。吃中国那些呢？对，然后因为我们是读农企业管理，我们农企业管理的就是管理跟贩售行销，嗯，欸、所以说，哎、欸，我们种了芋头之后，管理怎么种，然后怎么去行销贩售这一块，然后就一起讨论，然后。后来就是说，想说，哎、欸，我一边种玉兰花，晚上种玉兰花，然后早上去种芋头这样子。哦，各种更加除了种芋之外，其实玉兰花还一直在持续，一直还是在有。哦，哎、欸，根本不会差呢。啊，你更加种芋的芋头的面积有大呀？我一开始是先从七分，嗯，然后后来又增加到一甲四，哦，然后因为我刚好就是。我是前年才第一次种，嗯、然后第一块田亏钱、嗯，第二块田差不多就两块田加起来差不多打平，哎、嗯嗯，然后我就说，哎、欸、还要种吗？后来就是我们老，其实就是我们农企业上课老师就刚好有教到国际认证这一块，嗯，然后我就觉得说，认证真的很重要，是以后的趋势，因为政府对食安，嗯，对品质认证这一块。现在我在加强， hey. 所以我就后来就是我自己，因为那些同学毕业之后就比较少联络了，嗯、hey, 也不是说比较少联络啊，就是哎、欸，因为第一次种得不太好嘛，嗯、hey, ，然后就失去了信心，然后我就说哎、欸，好，那我自己去做产销履历这一块， oh. 然后其实产销履历要做之前还需要做蛮多的功课这样子，嗯哼，唔怕安尼，等下给产销履历咧吼，再麻烦去人工来详细同大家说个。不过我更加吼，有一个面对一个问题，想要来请教去人工，讲，哎、欸，俺条条有讲到嘛，俺能种乌诶，果树有青苔面积，有青苔产量，啊，不过用诶，给大家讲到乌诶时阵，我想到迄大家也讲高雄诶价钱，比俺能咧产量无比技能够少啊？为什么大家都会想到是这两个地方，而不是想到我们高树？因为第一个问题哈，第一个重要点是高树没有自己贩卖芋头的销售管道。哦，嘿，我第一年种的时候，嗯，我是真正的看到
大甲的盘商哦，贩运商直接拿大甲芋头，然后我们高速装着我们高速芋头，然后拉回去大甲卖啊。哦，所以可能去到台中台甲的时间，有可能买到迄果蔬芋诶。是是是，然后因为他们那些贩商也还蛮厉害的，因为他们就是把大甲跟高速，因为这两区是目前台湾最大的产区，所以他们把大甲跟高速的产期调节开来，就是我们大甲有产芋头的时候，大甲有产芋头的时候，高速没有，可是高速有产芋头是刚好大甲有，所以他们就直接把高速的芋头就用大甲的芋头下去贩卖，其实这个也是他们很厉害的地方，这个是品牌行销，然后甲仙那个也是甲仙。八八水灾之前还种蛮多的，可是后来就是很多八八水灾之后，很多田都比较难适合种芋头。现在还有，那2019的资料是还有四十几甲，然后2019的资料高速都屏东整个屏东县有400多甲，哇，然后高速就占了70%，所以也是有300多甲。哎呀，都比方嘞，其实俺的量同品质唔会输几人啊。对，当然了，俺呢因为果蔬某这个系品牌啦。是是是。观众朋友，听到右边后面感觉真神奇呢，原来许多台中人许多高雄买屋诶，有可能系这个俺的品种果蔬上神山呢，系咩真神奇啊？跟到精彩有关屋诶故事，俺的休息啊，继续同大家来分享哦。咱的果蔬乡，神山的有诶啊，清幽名，品质也过好，产量也过大。啊，不过食材方面上，并唔过太价，也爱讲价钱。啊，有乜嘅方式可以来解决一个困难呢？听过，咱的果蔬乡有想办法讲，咱的为了变个价钱啊，也爱讲太价吗？其实哦，今年呐、啊，就是我看到这个目前这个芋头的现况之后，其实我有在想说怎么去解决这些问题，然后。其实很难做，因为第一步你要找到志同道合的一些伙伴，然后而且说真的，他们我们的芋头已经种植30年到40年了，他们那种想法已经很根深蒂固了，他们都说啊，我这样子直接给贩商，我省麻烦，然后我有赚钱就好。对，那以后卖就好。对，可是我的想法就是说，我们还可以卖得更高价。我们农民就是为了卖得更好，所以才很辛苦的一直去照顾我们的品质出来。然后我就有把这个想法告诉一些就比较年轻的农民，然后就召集了一些就是青农。然后我们第一步是先成立产销班。对，然后第二步我会先做协会。我们协会就是其实。协会跟产销班，然后最后还会成立一个合作社，就是还是都是芋头的合作社。其实产销班就是为了统一我们的品质，然后让农民的种植成本降低。因为产销班我们可以一起类似团购的概念，我们一起买肥料，一起买农药，会比较省，然后再分配给这些农民一起去试用，然后我们的药会统一起来，所以产销班会先做一些品，就是。统一品质的芋头出来，然后协会是因为协会它是非盈利事业单位，所以我们会去跟政府申请一些经费，然后去辅导农民说，我们怎么做产销履历，就是产销履历这一块，其实说真的，因为大甲芋头已经存在那么久了，我们要去说大甲芋头不好还是怎样，其实也不好啦，所以我们就是要提升我们告诉。整体的芋头的等级跟品质，把它提升起来，我们才有竞争优势。然后就是还会用合作社，其实合作社它的概念就是，我们不一定要给台中的贩商去收购我们的芋头，这个来卖，我们可以利用合作社帮我们共同运销到台北拍卖市场，到航口，甚至说外销到国外的市场，就是利用合作社，然后合作社是会比较商业行为，可是。说从头到尾，其实初衷就是为了，我常常说，人家说你做的那么辛苦，你一直在忙干，为了什么？我说，其实我是为了想要卖高速的芋头而已。哦，原来安尼，那像我抢技术嘞，抢高兴个，你都前面有讲到嘛。
盘上在数的时间，我讲到哎，人家种的乌的，同人家种的乌的有无共用的地方，哎，跟无共用的地方，迄个差别在品质啊，也是讲态势了无共用呢。现在农民他们种植的技术其实都种了蛮久的，嗯，然后大家都会坚守自己的一套，我用这个模，我是这些药，哦，用这些肥，哎，嗯，它可以长得多大，大家都有自己一套的想法出来，嗯，哎，可是像有些用肥比较不好的，嗯，就是哎，它长出来品质就会比较没有那么大颗，用肥很大颗的，嗯，哎，然后其实有些人种的大颗又搞不好又很好吃，嗯，哎，就是大家的品质完全都不一样，我也不知道怎么形容，所以就是，嗯，欸，要改善这个问题，就是，欸，我们有一套 SOP 的用药资讯，或者是，欸，用肥的资讯，然后先出来之后，然后我是用自己的田，就是第一次用自己的田去做实验，我总共有了三块田，然后三块的模式都不一样，所以，欸，我先用这块模式，欸，然后第一块种的比较好，第二块就种的比较不好，然后我就会用第一块的模式跟他们说，哎，我要怎么施肥，我要怎么用药这样子。哦，这个也会慢慢的吃出来，讲哎一二三，哪一类过后的方式，啊，都了解他的 SOP 都慢慢的修正，哦，全部再来都统一。是是是。哦，安尼过辛苦呢，也过麻烦呢，安尼英国，嗯，头都安尼讲方了，我就想到讲。有诶，假使讲其中诶，可能用药啦吼，皮料无均匀，种品质都无均匀嘛。啊，你品种会唔会有影响？果树诶，有诶品种全部都均匀吗？对，其实主要它的品种吼，因为高树目前的品种是种槟榔新语。哦，其实高雄农改场它有一度啦，就是拿高雄二号的苗，就是开发就改良一个高雄二号的苗，让我们高树去种。嗯，可是种好之后，哎，欸，觉得这个苗还不错哦，喔，然后结果就把它引进到大甲，嗯，然后后来变成我们现在要买这些苗都要跟大甲去买哦，喔，啊，对，然后又衍生一个问题出来，嗯，就是大甲那边没有苗的时候，他要不要供应给高树？哦，对，其实这个也是要合作社要去做的事情，就是哎，欸，如果别人没有苗，我们有没有办法就是育苗的技术，嗯，哎，所以就是其实想要做的事情很多，然后可是还是要一步一步的去改善，一步一步的去做。公司才发就是讲，哎，欸，其实我们可以种诶，也可以增加种啊 Q 用。不过如果我们没有育苗吼，养个用诶个技术的时间，跟人家种 Q 用诶，反而就会形成竞争嘛吼。人家种 Q 用诶，我为什么一定要买本？对。可是我们如增加果树种诶，都会槟榔型诶有诶，哦，槟榔型育啊，其他个体色系嘛个呀？它的。它会比较圆润哦，它种的形状比较圆润，嗯，而且它的粉子会比较多，嗯，嘿，然后主要它可以做一些就是甜点，嗯，嘿，然后做糕点，嗯，嘿，然后它的口感会外 Q 内松，哦，所以有时候我们吃的时候，欸，外面稍微硬硬的，然后你咬下去会弹，嗯，会有一个齿痕在上面，嗯，然后你煮久之后，它里面会是融化，有点融化，对，松松的。哦，高树槟榔新的品那个口感是的，嗯，类似这样子。嗯，我说其他个其实都讲，哎，欸，是红人都不会 Q 的，底不会松松的，匹配吃好的做甜点，做甜的这些料理，是做甜点。哦，原来安尼啊，英国你这个种的。更加好，你去替咧果树上，你都会推广啊，咱咧果树有诶来做神山履历嘛，吼。啊，你神山履历的过程，你很用蛮去神像多呀。其实产销履历的过程，其实就是第一步，你要先去了解产销履历是什么。嗯，嘿，欸，因为我就是学这个的嘛，就是学国际认证的，就是认证这个标签。嗯，然后我就去学。查，欸，我要怎么去做产销履历，嗯，然后政府的规定指定用药到哪里，嗯，欸，然后其实不好做是因为你每像我们一开始整地耕田灌溉，然后哪个时候种植，这个都要有全部的记录，哦，欸，这个就是要让，欸，我们消费者买到这个芋头，然后我们吃到这个芋头，我可以知道，欸，这个芋头是哪个时候种的，这个芋头是谁种的，他家住哪里，我以后吃的时候吃这种芋头可以找到这个人，嗯，然后他产这块芋头产这个芋头的地在哪里，嗯，我们消费者可以追溯到最源头，嗯，所以就吃的比较安心，然后他的每个时期的用药，嗯，每个时期的用肥，嗯，然后每个时期哪个时候灌溉、嗯，哦，这个全部都一目了然，对，就你就登录那个你就扫那个 QR code 的系统就全部都出来，哦，
就等于讲重要的物诶，作为神山一点，它是我们跟我们闽平乡有身份证，加上健保卡里向诶合作乡下乡乡，可以找到黑达田奈人做嘛个哦，然后又底背讲诶，你要个看以前的记录在底背用诶嘛个药个，就是两种的概念合乡下的时候个。哦啊，为什么清困难？你这个刚刚都在这些步骤里面最困难的是哪一部分呢、啊？其实这是第一步啦，第一步就是，其实种芋头就是要它的消除它的病菌跟虫害、嗯，然后就是第一步我们要去的，我们要去找那个它的植物保护系统，就是这个是农委会的、哦、的资料，嗯，哎，然后我们要按照它上面的资料去对应它的疾病，嗯、像哎白腐病啊、白菌病啊，嗯、然后。橡皮虫、嗯，然后金银花虫很多、哦，其实很多病菌，然后就是我还会去试试看这种药真的对这种虫害有没有效，有好过吗？哎啊，是不是他自己种的？有可能被骗人种的可以，啊自己种的种不对，有个环境的影响嘛吼？对，哎，伊人讲到阿伯，伊讲唔同他家来收给分享一下，讲可能中午的糖红的青虫有几多的病虫害哩，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吗？其实哈，因为我们高树种植的芋头它是水芋、嗯，水芋它有一个比较大的优势，就是它是整个把水淹到整个田，就像水稻一样，它可以防止杂草的生长。哦，我们是除草，就可以减少很多人工除草或者是一些喷一些除草剂的作用这样子。然后，可是又衍生一个问题，就是会比较多病菌。然后这个就是我们可以用一些比较好的菌去杀这边，去排除掉这些不好的菌，所以我们会用谷草杆菌啊，那是这些比较好的菌去赶这些菌，然后叶面有一些虫，然后橡皮蚜虫、橡皮虫，它是住在土里面，然后它会钻到芋头里面，就伤害芋头，对，然后就像我们有时候芋头。拔起来的时候，它会有一个洞一个洞，其实那个就是橡皮虫，然后就是因为土壤比较不好防治的，就是因为你看不到，所以我们要用的就是，其实就是还是要一直试，然后因为产销履历指定用药有好几种，可是我有发现就是其实效果没有那么好，然后我还有另外搭配就是一些有机资材，因为有机资材那个也是对，也都是友善种植。所以我会搭配有机资材去搭配指定用药跟产地用药去一起去防治这些病虫害。哇，观众朋友，你看，味道会本来是到哎天空安心的屋诶，真是的，你看对神山的歌唱，做神山里里头对用药可是都品种限制，每一个都够用心呢。啊，唔过等一下，我本大家了解讲，中屋诶，屋诶还有哪条特别的故事，继续来同大家分享哦。前面小给暗度的乌诶故事，唔过最终来讲，多单可能按用诶买到合适的乌诶，用板来先嘛，好冇？哎，继续来请教英哥咯。英国，你看啦，可能种个按好品质的乌诶，不过可能这个消费者来讲，按用板去先都讲，伊咧合适的乌诶，可以搞太假一下冇？好，其实芋头在挑选吼，我们尽量挑比较原生的，很原生的表示它的质地，它的里面质地会比较扎实，空空能够圆的嘛。对，就比较圆的，有些芋头它是长条形的，对，那种的它的质感没有，它的口感没有那么松，就像根本你打过来按的，对，就像类似这样子，然后其实我们现在已经整理到哈，不要用刀子去削芋头了，对，然后其实我们煮芋头的时候，就是最好是把它去头去尾，就取身体那一段是最好吃的，因为头跟尾巴那一段。它吃起来会有脆脆的那种感觉，就口感比较不一样。然后就中间芋身的部分，它吃起来就是外 Q 会内软这样子。那你谈讲啊，其实最初来讲，在种乌诶时节，以前肉宁噶妈妈啦，也阿婆给你们同人讲，不要随便去碰芋头。怎么讲呢？给种多时节会痒。那你们在种这个一定会碰到乌诶跟黏嘛？那你们怎么去处理这些会痒的部分呢、啊？其实以我的经验啊，以我的经验就是。你干的时候削芋头，如果你手是湿的话，你只要
碰到那个就痒。哦，没有，是一定。所以有时候碰一碰，然后再去碰水也会痒。嗯，嘿，它是对它里面有一个酸性的成分在底部，对，成分在里面。哈哈，对，一定会碰到水，这样会有反应。对，要碰到水，然后或者是你手是湿的话，你就要戴手套。嗯，然后如果真的痒的话，你就是敷盐巴干的哦，干的盐巴敷上去。嗯，然后就让它静置了3到5分钟。然后这样水冲掉，这样就不会痒了。哦，真的有？对，我是没有试过啦。可是这个是老一辈，就是很多芋头农啊，嗯，然后老一辈跟我们传授下来的知识。哦，然后其实我如果是我的话，我会尽量叫大家用那个擦油精，嗯，或者是面斯瑞达姆，哦，哎，那种会比较会消得比较快。哦，原来呢，可是应该是说平常你能在天眼内底部工作的时间，哈，夏天工作的时候碰到，其实。根本不会有这种会痒的现象，不会痒啊。也是会，因为可是说，所以我们挖芋头随身都会带一瓶绿油精。哦，嘿，你的秘方都超过，每一天你都会带一吨一堆。对，绿油精直接擦掉，就很快就消退了。嗯，可是中午也给某某个职业伤害，最大的职业伤害应该都也给我痒吧？吼。对啊，对啊，都很痒。某路个啊，外地还有一个晒日头，哦，看到员工也给皮肤。五个都滴诶，还会晒黑。对对对对，就你最差可能都压量诶，无其他诶嘛吼。诶，比较少。嗯哼，那你除了用板先给乌龟头都讲验验，只能看外形嘛，还有其他的方式可以来辨别讲哪一乌龟够好嘛？其实我觉得在挑的时候尽量挑新鲜的，就像诶有些芋头它会带有一点土，嗯，嘿，就是这个会比较新鲜一点。嗯哼，然后。其实它放久了之后，其实芋头保存常温或者是冷藏只是3到7天。嗯，潮湿的话，而且潮湿的话，它还会发霉。哦，欸，所以其实我会建议说，大家芋头买回去就赶快先削皮。嗯，然后你要吃的就是先分开你要吃的，嗯，然后剩下的再把它直接冷冻就好了。哦，可以按你哦。对，然后冷冻你要煮的时候，嗯，就水开。就直接倒进去，不要再解冻了，就直接冻的是，哦，直接倒进去这样子。嗯，哦，嗯，对，啊，这样子可以保存它原本的风味。啊，可以保存一久啊，不用冷冻的吧？半年到1年都没问题。哎呦，可以不用按久哦。是。哦，哎，按你话，我看到根本呢，除了有个乌的颜色，有个损耗，哎，听过，有个黑毛个啊，这个叫做芋梗。芋梗哦，我知的，我们讲黑话讲的乌荷啦。是是是。哼哼。啊，第二种办事的，中央吗？中央的草类是吗？对，其实他要把那个比较粗糙的表皮先除掉，除掉之后取它嫩的地方，嗯，然后像我们在高树，我们吃的方法就是，因为我们高树很多凤梨，嗯，所以我们有凤梨酱，哦，还有凤梨豆瓣酱，然后我们是直接炒凤梨豆瓣酱去炒，然后还可以用豆豉。豆豉，然后或者是直接炒姜丝这样子，嗯，然后它因为它胶质很多，而且它里面有一个抑制癌症的发生，哦，对，所以其实芋梗也是对我们人体相当好的。可是因为它的价值性大家都不知道，而且说真的，我们去取芋头的时候，挖芋头它重量很重，我们再收比较快，这个哦价格不好，而且。一根一根的剪很慢，所以比较少农民他想要去做这种事情。嗯哼，难怪，因为在市场的方，其实我们在黑种地，不如在传统市场，可能都有个五号有人在卖，嗯，啊，不过量过少，量很少。对对对，也，欸，不多。还会特别去潜藏潜的多呢。欸，以前全国妈妈阿婆可能会注意的五号笋，就是我们客家菜地边五号笋，还特别可以去传统市场买。没想到，哎，他是讲英国。你们自己在收芋头吧，可能可以去你的田底部去数一下个芋头吗？对啊，我们其实我亲戚朋友他们都说我很喜欢吃那个芋梗，嗯，你们去帮我们取一些芋头回来这样子。哦，对，其实芋梗还蛮受欢迎的啦。嗯，不过其实算是一种限定的特别料理嘛，哈，限定料理。对对对对对。嗯，啊，除了安尼，可能这个芋的底部、芋的农底部啊，种芋的好朋友底部。听过，你们自家有没有私房的料理呢？除了有个芋头之外，其实我本身我自己会做比较简单的料理而已啊，嗯，就是蜜芋头啊、芋头粥啊。哦，对，而且因为我今年我有去开放田间导览，
所以说我都会亲自，是我自己亲自煮给那些来导览的这些游客，然后让他们做，让他们吃这样子，一边挖芋头可以玩，然后又有芋头可以尝这样子。然后其实芋头比较，它的做法比较简单啦、啊，因为我是用焖烧锅，就是我们把芋头切块，切大块一点哦，不要切小块，就是大块一点，然后放到水里面，然后水淹到你的芋头的高度，然后就大火煮啊，滚了之后你再开小火，小火再煮个五分钟，然后五分钟之后倒糖嘛，你那个时候要倒糖，然后先试一下它的甜度，然后五分钟煮好之后，小火煮好之后它会滚，然后上面会有泡泡，就不要理它，对，然后我是直接放到五分钟之后滚了之后，我直接放到焖烧锅里面焖个一个半小时。哦，哎，这样子哦，很好吃。哼哼，反正桶的量还最米咖嘛，看这个看自己的喜好咖，我甜，是是是，哎呀、啊，按主料用按的煮的方式，可以用天煲的吗？可以用电锅吗？可以用电锅。哦，对，电锅也是一样的模式，可是它的 Q 度会比较不一样，因为我煮了之后它还是硬的，然后硬的直接去焖、跟你一直煮到它软的那个口感会跟电锅跟焖烧的它的口感会比较不一样。想讲我是 Q 过一个 Q 一些的可以用煮的咧，啊想我是给滚软滚松一些的用天薄的焖烧。哦，安尼安尼，阿兄讲，头头就谈到讲啊，唔限 TPV 都爱推广一个乌文，限自家有派人来发展我的田间导览，都在田间导览在做毛个呀？我田间导览其实就是希望带动用芋头，然后带一些游客来到我们高速游玩。然后因为我们今年是类似也是一个示范的场啊。对，然后其实就是还是有收费。就像我们去别的田间去挖萝卜啊，采小番茄啊。对，其实我们就是把游客拉到我们那边去，到高速采芋头，然后我会准备就是。鞋子我会准备雨鞋，然后就是一个手套，是先里面先套塑胶手套，外面再用一个布的手套。然后你们要戴，记得要戴穿长袖。然后戴帽子，不然会跟我一样黑。一天没啊，有你唔强的发路唔是嘛吼？对，然后我会准备工具，然后就是你们从土里面就是下田，然后从土里面把芋头拔起来，就是这样子，类似这样子整个，然后它会有叶子。然后给我之后，我再帮你们整理过。然后这个就是你采收的芋头。然后我做的模式会比较奇怪，就是你们，因为我是缴300块，然后可以带走5条，可是我会让你们无限的去采，你们是自己去挖，自己去采，采到最大条的，你拿最大条的给我，你也是。拿五条带走这样子。如果这个可以去鲜嘛，吼，讲啊，一直采一直采，可以采到最米，还四五条底本啊鲜啊，最中意最大条的5条3条。对，然后这个模式对我也比较有利啊，因为你们可以一直采一直采，我可以省掉那个帮我挖芋头的工作。但是啊，你这个先讲，等人家去的时间，你会讲讲给人青菜乱挖嘛，我被也给污染嘛。其实芋头它的种植模式就是我们同时期去种，所以就同时期一起去摘起来，所以不会有就随便你摘，不会有那个乱摘的危险。对对对，不会有乱摘的问题，就是会大或小而已这样子。这么跟你那时候会想到讲用一种田间体验啊，能讲体验游程的方式来推广一个乌龟呢？其实就是因为高速，说真的哦，我们高速吼，像我们出去读书，我说我们高速。然后你哪里来？我说高速，我知道啊，佛光山那边，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高速这个地名，这个地方，也不知道是屏东县，然后所以，我们就是有这种感受之后，我就说，好，那既然你们我们高速名声打不出去，那就把你们拉进来，然后所以就是用这种类似体验，然后让你们知道高速在哪里，然后让你们知道高速的环境，然后。我们的水源，然后我们的空气，我都说常常跟人家说，因为泰山，我们高速泰山方面有种玉兰花，然后田子西南市那边有种夜来香，其实我说我们高速除了没有工厂，没有让你闻到就是一些畜牧的味道之后，我们高速连空气都是香的，
哇，真是你看，从果树后山后水空气淡后，你马上躺到去上个落去果树老了。啊，不过做一个前体验的发通啊，具有时间的限制吗？有，因为目前是我自己一个人在做，所以说我是从周六的早上9点到中午12点而已。嗯，哎，所以做这段时间再来。哦啊，其实它有分季节嘛，有其他限定月份啊，跟的。有，因为我现在是到9月底就没有芋头了，所以我们就只做到7月到9月这段期间而已。目前是这样子。哦啊，反正最后我体验没赢啊，先大天发。黑妹，你打电话同联络预约都可做得了，啊，你要给天发啦，联络资讯就到，上面可以请麦多吗？可以。哇哦，观众朋友，躺到右边黑妹从高分享用，亲像马上边的高速去体验一下，妈个很多业务诶，是这个业出来务诶，一定当有意思哦。哎，大家躺到右边，真是记好了哟，公益有限，穷下来去高速老了。今日再一次感谢英哥，你带来安精彩故事，同时给安好诶务诶哦，大家。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观众，欢迎大家来高速游玩。